生活的甜味你都可以亲自泡制。如果你想学整甜品，除了可以黐住我哋道通天地的生活甜丝丝之外，依家只要你在2011年7月20日到26日期间嚟到香港书展心灵书区逢迎仙馆的摊位入边咧，你就可以买到生活甜丝丝的 DVD， 将节目的内容带翻屋企慢慢重温。仲有啊，只要你购买生活甜丝丝的 DVD 一只咧，就可以得到阿 Charles 所教授的甜品课程5折的优惠券，咁吸引你又点可以错过啊？到时见啦！《道德经》的应世哲学，《清净经》的内容精要，又或者是中医的学问，同埋咏春的奥秘，而家你可以一次过拥有。2011年的香港书展中，《道通天地》精选节目将会制作成 DVD 公开发售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7月20日到26日嚟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心灵书区道教坊逢迎仙馆摊位之内选购。大自然是美丽、宁静和和谐的。当产泥机出现在原本绿色的土地上面的时候，和谐被破坏，生态亦都开始失衡。城市发展是不是一个借口，俾我哋对大自然任意妄为呢？无线收费电视53频道，道通天地，探测香港大自然中一块又一块消失的骆驼。老子是哪个？他在哪里出世？他写的《道德经》究竟是说什么呢？这些不一定要打开本书读过很艰辛的文字才可以知道。现在你只要打开无线收费电视53频道，看着《道通天地》的漫画老子，你都一样可以知得一清二楚。看着你就会知道经典不一定很闷，而且你还会发现他们有多有用。我的工作是帮人解决问题的，每一天很多朋友来找我，问我师傅我将来会怎样，怎样可以改变我的命运。其实我的理解，命运已经是安排好了，是不能够改变的，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命运的态度。好运的时候催吉，不好运的时候避凶，增强主动的思考判断能力，做到顺势而行顺势而变，这个才是逆境的智慧。